身入卵，为了什么？你不谢我的罢了，还断了我的手，就只好砍了你的，与我作陪。你的刀刃，你就有理。 直接去了，是我上了那老道士的当。刚才的赌斗，不作数，想知如何克那魔君，就与我堂堂正正打一场。 真是紫云山壮士。